仙周报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支持仙周报。那为了回馈各位忠实的读者们，我们将于每个月一号、十六号出刊的五天之内，举办问问题送好礼的活动。那为了证明我们是完整的，我们今天呢会抽出三位幸运的读者们，我们会送你华纳微秀的电影票哦。而且整个过程抽奖的过程是一镜到底的。今天呢，究竟谁是今天的幸运儿呢？我们请那个仙探员帮我们摇一摇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抽出三位幸运的读者们。四号。恭喜你！五号，恭喜！一号，恭喜这三位幸运的读者们。那如果说你们想要拿到更多的好礼的话，请上我们 Facebook 上。粉丝专页去回答问题，就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好礼哦。 Don't take your guns to town.